好家伙，又是消音双兄弟，来来吧狗杂吧，好久没打过狗杂了。六倍小狗杂，可还行。六倍小狗杂，就问你 hold 得住不？机港 ，no， 又跳多了，我服了呀！哦，有两个桥都给忘记了，先找车。不是吧，三个刷车点都不刷车，过分了呀！哇，真的好过分啊！有人，哎，先打架吧。我操，送车来了。What the fuck？ 诶，没救吗？诶，幸亏送车的没走远，来。是我点的车，是我点的车。人头被抢了，没事，那我就拿他，拿他的人头充数呗。先去拿车算了。啊！此时此刻，我只想唱一首《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》。又抢人头了，那个本来就是他打死的呀，这个不算抢人头吧？少了个轮子，我知道，没办法，这是唯一的一个车，我好好操。
终于有车了。Oh, come on, baby. 这是我复仇的开始。各位，请睁大你们的眼睛，热狗开始了，开始屠杀了。他应该在舔包。皮神应该还有人，这他妈闹得玩死了。Nice. 还是得要两块阔呀。皮城还有30秒，哦，说不定都要过来了。好谨慎。Hello, 兄弟，我是外挂。
我是外挂，我能透视。你是不是拿了一把 SKS，一把 SCAR，二级头，二级甲，然后穿了一身新手套装，小白衣，小牛仔裤，小白鞋，对不对，兄弟？你信不信我打你一下？我可以穿墙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是挂。你先把枪丢了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你把枪丢了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看没有，我直接飞上来的，演都不带演的。叫你队友投降，叫你队友丢枪投降，我可以饶你俩一命，带你俩吃鸡。你看我打你，我打你队友跟闹着玩似的。放下武器投降，我可以考虑带你俩吃鸡。还不投降吗？哎呀，没装备信。好乱。哎，不逗他们了，搞得我打远点都不会打了。哇，这个飞机声我真的是服了。好，等这个飞机声一过，就是他们的死期。简直就是浪费我时间，赶紧去杀人，火速。不然，要不然浪费了这把狗子。火速，立刻，马上，现在去杀人。真们是立刻快一点，还是马上快一点？
这个地方怎么有点熟悉啊？那衣服都好像都是一样的。我操！这他妈是挂板！我操！突然好卡！左边有。好卡呀，这块200多。其实刚刚能灭的再快一点的，刚好卡，你们注意到我的网络没有？哇，贼一尖卡。啊，又卡了，我服了呀。这会儿好卡呀，网络延迟特别高。子弹咋办？哦吼！玩喽，玩斗子喽！破纪录嘛，每天不是在破纪录，就是在破纪录路上啊，反正。完了，走错方向了，方向感有点差哎。哦，来活了，来活了！我爱杀人，皮肤好好。哦哦哦哦，用鲜血敷个面膜。哦哦哦哦。这好像是倒的，
好像掉下去。33秒，快速警力全面这几位。今天这游戏打得特不舒服。果然还是消音还是有点杂事啊。又抢我一个人头！我操，这消音也太难打了吧！装逼装过头了！完了呀，兄弟们，这把装逼装过头了，这个 M72 消音好难打呀！装过头了，装过头了，用 Sky 的效应吧。我操！这完全就是人体瞄兵。我操，那个防区是圈儿，哦，能看到他了，在楼顶。兄弟伙儿，看我操作！不传外人此招，请直播间的游客出去啊！这招我不传外人。怎么感觉比上个赛季还难跳了？没事，我还有办法。
哎，忘记带那个表情了，我把那个表情按一下。